我尝试了用很多的方法想让他重新唱歌，但是他就是不愿意唱。最大的心愿就是想听到他再次开口唱歌，哪怕一次都好。的时候，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风潮。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事物。讲话结巴，但是唱起歌来竟然那么动人呢，太不可思议了。结巴不可以去唱歌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Claudia Singer是我的偶像。